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第一节水力压力造缝机理。我们知道水力压力模拟层埋藏于地下几百到几千米的地方，那么模拟层的应力状态如何？破裂地层需要多高的压力？裂缝形态与方位又是怎样的呢？这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因为破裂压力反映了破裂地层需要达到的力学条件，决定了对压力泵车组的能力需求，而后者与油田开发井网共同作用，影响到水力压力改造效果。本次课程主要讲授地应力与压力裂缝方位。首先来了解模拟层所处的应力环境及地应力。所谓地应力，定义为存在于地壳内部的应力，是由于地壳内部的垂直运动和水平运动及其他因素综合作用引起介质内部单位面积上的作用力，具有数值和方向两大要素。通常地下岩石应力状态为如图所示的三相不等压的压缩状态，即存在垂向阻应力和两个水平阻应力。这种应力状态都包含重力应力、孔隙流体压力、构造应力与热应力的综合作用，而水力裂缝正是在此条件下通过高压作业形成的。为此，下面对地应力的构成进行逐一分析。其中第一项为重力应力。本质上重力应力由上浮岩层重力所产生的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应力，即重力应力包含垂直分量和水平分量。其中垂直分量可以根据密度测景资料来获得。根据泰沙级原理，由于岩体颗粒之间的交接作用，孔隙流体压力并未全部支撑上浮岩层重量，因而有效垂向应力表达为适中。阿尔法表示孔隙弹性常数，或者称之为比奥特数。 PS 表示孔隙流体压力。另一方面，根据广义复合定律，结合应变约束条件，可以得到向下作用的上浮岩层重力由于泊松效应所产生的垂向应力，即两项水平阻应力均为适中。 缪 为地层岩石泊松比。由此可见，第一，上浮岩层重力不仅仅产生垂向应力，而且产生相等的两项水平阻应力。第二，岩石泊松比影响重力应力的水平分量。原地应力的第二项为构造应力。所谓构造应力，是指由于地壳的构造运动所产生的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它是地应力的一个分量。例如图中单元 B 受到相邻的单元 A 和单元 C 的作用，会改变单元 B 的应力分布。从地质角度，构造应力来源于各种构造运动，包括区域构造运动及巨大构造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局部构造运动及产生于局部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大家所熟知的震断层、离断层和走滑断层，以及
岩层弯曲等。正是这些构造作用，使得水平上两水平向阻力不相等。原地应力的第三项为热应力，热应力定义为由于地层温度变化引起的岩体热应力的增量。凡是有温度变化的环节，都可能产生热应力。例如，在石油工程环节中，钻井、压裂、注水、火烧油层、注蒸汽开采等，将引起地层的温度变化，从而产生附加的热应力。其特点表现为与温度变化量、岩石性质有关，按下式确定。其中一为岩石弹性模量，阿尔法为材料的线膨胀系数，重力应力、构造应力和温度应力场叠加，就构成了地应力场。下面进一步分析水力裂缝形态与方位。迄今为止，确定裂缝形态与方位，主要采用物理模拟实验和理论研究方法。首先观察裂缝形态。物理模拟实验表明，对于孔斜性介质，水力裂缝形态相对简单，如图所示，为一条较为光滑的平直裂缝。而对于裂缝性介质，裂缝形态非常复杂，包含了纵横交错的多裂缝网络系统。本课程主要讨论孔性介质中的水力压裂裂缝形态，通常可以简化为水平裂缝和垂直裂缝两类典型形态。显然，对于水平裂缝不存在裂缝延伸方向的问题，它只是以井眼为中心的向外径向扩展，而对于垂直裂缝，它将沿着什么方向延伸呢？这就有垂直裂缝方位的问题。理论研究和室内物理模拟实验已经表明，水力压力裂缝总是产生于强度最弱、阻力最小的方向，即岩石破裂面总是垂直于最小阻力的方向。这就是最小水平阻力的原理。因此，当垂向阻力的最小时，形成水平裂缝；当水平阻力的最小时，形成垂直裂缝。而且裂缝面垂直于该水平最小阻力方向。由此可知，地力状态是由重力应力、构造应力和热应力所构成的三项不等压应力状态。水力裂缝延伸满足最小阻力原理，对于孔斜性除层，有水平裂缝和垂直裂缝两大类。下次课我们将学习计算裸眼直井地层破裂压力的思路和方法。今天就讲到这里。